今日登陆2023年7月4日，第一次使到落楼卡啊吓，去搭地铁啊，我仲有个安全大使喺后边啊，大家睇睇安全清洁大使啊，啊清洁仲行中啊吓，咁佢嚟唔到闸嘅，佢就送我去啲闸口嘅啫，咁我系拜拜啦，多谢晒，生日快乐吓，祝你身体健康，越做越好啊，咁啊，生日拜拜。好啊，第一次都卡，都呢部啦，啊，都咗啦。咁啊，出闸先睇到2蚊嘅，今晚有困难啊，搭地铁成1979年开始第一次搭，至到而家40几年啦，43年啦，第一次系有啲咁嘅。A.R. 清潔大使就喺我生日登陸嗰日出現啊，咁啊一個好嘅景象啦。我唔知啊，呢啲都好多嘢係上天安排嘅。好似今日搭車又有個乘客祝賀我60大壽啊，身體健康快樂係嘛？呢、這個 A.R. 清潔大使啊，咁啊嚟嗱呢兩樣嘢咧，我對佢雖然冇咩關係，但係好有感情，幫到我好開心，特別嗰個家方。祝賀我生日快樂！啊，呢、這個 AR 清潔大使嚟，我第一次見面啦。我立閘第一次亂流家，佢真係送住我，企喺度唔碌。平時佢企一陣，佢即刻轉彎，佢唔轉彎喎。啊，企喺度等佢護送住我，等我拍卡喎。咁你話呢啲，所以話咩叫天意咧？呢啲咪叫天意咯。嗱、啊，呢度樂富地鐵站啦，我而家自拍啊嘛。啊，自拍就影到樂富，但係調轉咗個字嚟寫，係嘛？车就到了，现在准备去警察会庆祝新神、啊、十到初又唱10首歌，咁啊俾屋企人拣晒咧，做我真系好有心思、啊、自己做主角、啊、我可以分享我的喜悦，我的幸福俾其他人，施比受更为有福，每个人选择佢喜爱歌曲，每上一道菜我吃2啖咧，我就出去唱歌。我好開心，因為我亦好享受攝錄嚇、啊，將一啲開心嘅事情、啊、保留。因為你話開心嘅事情唔會好多噶，呢、這個人世之間係嘛？咁能夠將開心嘅一刻保留咧，係一個好有智慧嘅行為。希望大家都可以仿效啦，因為做啲嘢係奉公守法噶嘛，係令到自己開心，或者某一啲人睇嗰套片都開心。我周圍都拍片留念，因為20年後睇翻，嚇、啊、個感覺係完全有一番滋味在心頭。好，生日快樂！而家上地鐵。